大姐快来啊，快点过来挖包谷，过去摘包谷，钓不等你回来摘包谷。你买那么多包谷没摘完哟？这就是给你留的啊。好，下来我五一要回来哈。啊，学了哈。那用的是学吗？我们那不是那两天还今天来摘包谷哎。下雨了。我说留这一块留起，等你大姐回来摘。摘包谷是快，但是要摘好哦。摘包谷不能摘在肥料上面，摘在肥料上面它就容易死。大姐你辛苦摘包谷，待会我们回去给炖个猪脚干。要得。然后你做这点的活了，还给你做个猪脚干，值不值得哦？值得。那明天有啥子活路嘛？啊？明天有啥子活路？天天都有活路才回得到。哎。耶，梨子没结哟。什么？啊？现在梨子嘞？就结了一颗，嗯。昨天还降枝，哦，降果哟，降枝。看嘛，今天就只一颗。你下次回来一口吃梨子了。老大，你今天摘包谷的辛苦了，来把这个猪脚干烧烧炖起。真的是吗？哎，真的了，说话说假话哟。我的胡子的。嗯。看没把火吃了。我来擦火吧。这腊猪脚干，这是我们四川的啥子？特产。啊对，烤起来好热呀！你们可以了，皮子都上不得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肉已经杀好了，把这皮子都杀没了。现在我们用温水烫一下。嫂子，亲妹，尝好嘛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我有。你们得一人吃一个。嗯嫂子，不好吃吗？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猪脚干摘成一块一块的。哇，这肉的瘦肉，看香我的天！清晰一点。那把肉炖到锅里面，放点姜蒜，放几颗花椒。腊肉里面放这个萝卜角，干的。弄洗洗干净。请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萝卜角，我们炖猪脚干，你吃不吃？我们把这个萝卜角多洗几遍，待会儿放在猪脚干里面炖起。哇，要不要掺个水哦？肯定要一点水。我们都没吃完呀，给二弟们带过去。嗯，叫他过来吃他的锅来。吃猪脚脚，我没吃猪脚子，好吃，好吃吧？我吃这个嘛，炒炒，比我妈做的好，哎。
好嘛好。又在夸奖我拍马屁是吧？但是你说的哈。太大了，我都不晓得夹哪块儿。喜欢吃嘛，放到吃。夹一个。有的没。嗯嗯。用汤勺夹了，看。哎，等他，我这个等。等一下，你等下大大给做烤了去吃哦。我不来做了。那夹了去。你说我怎么说嘛？都一样的。嗯，要叫带着车，带着车。怎么收拾带的？你手松懈的。你要吃了，可能下午要喝好多水呀。你猪脚就不着寒凉嘛，他就给两个小的交给那个猪脚干。还不吃？小杨总吃个猪脚干。不吃了。不吃啊！你们今天辛苦了。我是看猪脚干嘛？是你大大晓得不好吃啊！你又怕你爸爸得罪了，又怕把你妈妈得罪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终究还是得罪了我。一看嘛都好吃了，不然吃成那样，满嘴都是，是不是啊？快吃！吃到二十大野猪，就是装乖。嗯，吃的好陶醉哦，嘴巴都掉起了，哎呦！哎，你讲起来吃了，还吃啊？这剩好多、哦。不吃了，吃饱了，我来喝点米汤。我们弄热乎点啊。辣椒还是多香的，只是有点寒哈。因为辣椒本来就要寒一点，不然的话就容易臭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我晚上就不早拜拜。